南京站，现在我从南京火车站坐车去上海火车站。今天是2020年2月2号。这是火车站白入口。麦当劳生，现在处于疫情时间，你会看到很多人戴着大口罩，因为武汉肺炎正在流行。边上是南京汽车客运站。小草青青，请勿践踏。